里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卸妆的时候用卸妆巾。现在呢，我就是要介绍一款很厉害的卸妆巾 ，Collagen 的 Makeup Remover。那我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种卸妆巾呢？就是我很懒惰的时候 ，No alcohol 啦，没有酒精，那它也没有太大的那个香味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很天然的产品。然后甚至呢，它可以帮你卸掉防水的 mascara。我现在就来示范给大家看，它怎样卸掉这一种 matte 的口红。那因为通常这一种 matte 的口红呢，都会比较难卸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卸妆巾它可不可以卸掉这个口红。看，超厉害的，它可以卸到非常非常的干净。它呢，这样子一包有20片，告诉大家这一个一包才9.99块。